山姆，羊啊，喝奶的时候都是跪着喝妈妈的奶，那是羊，那是羊。我是人，人怎么可以这样？羊能做到，今天的我做不到。我还讲什么义气啊？在外面讲，哥们。全都是假的。孝经里面有一句话讲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。就是一个人如果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爱，如果连生你养你的人你都不爱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会去爱谁？你会去对谁好？你对别人好全都是假的。想过吗？我之前真没想过。我说我没学弟子规，我就糊涂到这种地步。没学弟子规，我连朋友都不会找。他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爱呀、啊。他在外面整天吃喝玩乐打架，爸爸妈妈都不爱，他在这跟你讲义气，全是假的。我说我连找对象都不会找。所以我学完弟子规啊，我就明白了很多。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说妈妈，真的，我没学弟子规，我连我的生日是哪来的都不知道。以前我的生日在干嘛？一到我的生日，吃喝玩乐，飙车，夜总会。学完弟子规我明白之后，我说妈妈，以后我的生日我不要蛋糕，我也不要宴会了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您在怀着我的时候，您一个觉都睡不好，因为你怕压到我们嘛，肚子很大，不能睡一个安稳觉。到了生产我们的那一天，那么痛苦，把我们的生下来，我现在就干这些。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要宴会，我也不要蛋糕，我也不要请朋友。我的生日我就给妈妈磕头，感谢妈妈22年对我的养育之恩。